觉得家里的院子太凌乱了，房子呢也比较旧，结婚的时候呢不是很体面。刚好呢，我和我对象之前所从事的行业呢，在今年发展的也不是很好，索性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就一起回老家，帮我爸爸把院子重新翻修、整修一下。这个地方呢，是原本用来停车，停一些农用三轮车呀，还有一些电动车之类的，但是现在也堆满了各式木板，还有油纸之类的。我们家院子里一共有三棵梧树，但是年份最久的呢，还是要算这个枇杷树。枇杷树的话，是我爷爷生前亲手种下的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7年了，现在还在考虑回头整修院子，把它给它放在哪里。家里的家禽鸡鸭鹅可都是我奶奶的宝贝呢。这个房子原先是用来吃饭的地方，但现在也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。这个房子也是当年我爸爸一砖一瓦给堆砌出来的，都充满着小时候的回忆。好了，正式开工了。院了，改建小院从拆除老房子开始。今天一大早，爸爸就带着我对象先剪切了老房子的电源线，安全是第一位，非常重要。紧接着，爸爸又给小羊开始搬家了。或许因为今天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日子，小羊也异常欢腾，完全没有一点想搬家的意思。好吧，那就暂且让它在外面溜达着吧。正式开始拆除房顶，妈妈也一起加入了队伍。经过了6个小时的努力，终于把房顶所有的瓦片全部拿了下来。偶然抬头，家乡的天空真美。拆除木头房梁是一项大工程，随着一根一根的房梁拆下来，终于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完成了今天的房屋拆顶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也很有成就。明天我们的目标能有房屋，加油！明天见。整理房屋3个多小时，总算把3000多块木板全部都整理出来了。老房子里有很多曾经生活及耕地需要的用具。
然发现，竟然也有天才不了解的世界。天才，你累吗？我不累。什么？这个是以前捉鱼的，好像是吧？渔网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耕地用，翻土的。你都没见过，这是翻土吗？啊，是的呀，就是那个田埂，一条一条给它犁出一条缝来。哇，这很快吧？它可以旋转的，你反了，往前翻。对对对对。这干嘛？这个如高话叫林盖。普通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它是有打那个菜籽还有黄豆的。哇，好多宝贝。啊，你天王。这人家明明是床脚。这哪吒。一件一件的收拾蛇皮袋，不论是否有破损，无论是否还能用，统一都整理整齐，卷好收纳。朋友们，你们家也有同款的老太太吗？第三天，爸爸临时被叫去干活，所以今天是妈妈和天才的主场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很简单，整理灶台和砖墙。你让开，往那边推。灶台特别牢固，上下11层，每一层都是用水泥直接浇灌的。我家天才左三刀右三刀，使出浑身的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在4个多小时之后把它整理出来了。整理好灶台，又紧锣密鼓地整理砖墙。天才背后的那个我入境了。原先我们是一片一片的拆，但是发现速度是真的很慢。在我那可爱的老母亲的建议之下，我们最后选择噗噗噗3下5除2，一堵墙完美落地。拆完的碎砖用车挪到外面一片田地，拆完的整砖一块一块的削干净，以便再次使用。拆完之后突然发现家里好大呀，果断决定明天把改造小院改成改造大院。经过多次讨论，虽然有很多不舍，但由于枇杷树年代太久，损伤比较严重，所以最终还是锯掉了。木匠专用榔头，今天也变成天才手中的拆墙工具，目标拆山墙。
经过这几天的磨练，天才拆墙动作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一面墙轻松搞定。不过接下来才是最帅的，期待屏幕。哎呦，动了！我去！啊，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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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哇，小心啊，此时此刻老夫妻戏称生大力不亏，点赞。哇，帅。说心里话，特别佩服老父亲这般的老木匠，很有智慧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靠一把榔头一把斧头手工制作而成。就像这三十多年的房梁，无论是立柱梁还是斗，所有的用料没有一根钉子，全是靠木头之间的衔接组合而成，三十多年了依然很牢固。所以原本一立方的土松开后变成一点五立方。妈妈带着天才一车一车的一上午汗如雨下，才清理了整个的三分之一。干草及废弃物直接就地燃烧，头顶33度的大太阳，天才依旧感到不易了。天才的斗笠新造型还挺帅。这个是以前就是猪吃饭的地方，是那个食槽。
拆除两边的砖墙，爸爸和天才一起徒手推门，老刺激了。不过遗憾，错过了这两个精彩的画面。敲砖小分队再一次闪亮登场。老爸的电钻，天才的铁锹，都没能撼动他半分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找外援来帮忙了。果然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一米长的电锯，两分钟的时间，琵琶树应声而下。朋友们，37年的年轮，大家数出来了吗？夜幕渐近，今天我们的目标完美达成。最后留给大家一个小的思考：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。明天的视频，我们揭晓正确答案。Thank you.
当元素，因为气温比较低，移植的成活率不高，所以无奈只能砍掉。因为气温比较低，老爸今天不在家，所以现场由老公买全权指挥。老妈，老爸今天不在家，奶奶在一边加油助威。老妈好不热闹呀，协助配合。奶奶在经过一番加油苦奋战后，两棵树终于应声倒下。经过一番苦苦奋战后，两棵树终于应声倒下。好风光，趁着这晴空万里的好天气，把围墙和花坛都粉刷一下。趁着这晴空万里的好天气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围墙、老妈半沙浆刷一下。都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绝绝子，老妈半沙浆，老爸粉刷花坛和围墙，绝绝子。区别就是花坛没有上沿，粉刷花坛和围墙，避免粉刷的是高矮花坛没有上沿，如此就完美啦。避免粉刷的高收工。这真的是大工程，就完美了。第一步，确定四边的水平位置。这真的是量程的四边成九十度。第一步，确定四边的水平位置，固定好。量程的四边，再找到四边的水平点，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，墨斗弹线，再找到四边的水平边就弄好了。用墨斗弹线，这样四边的水平边就弄好了。第二步，半砂浆，水泥和黄沙加入水，第二步混合成糊状之后。水泥和黄沙再加入石子，加入水混合成糊状之后，石子一定要洗干净，加入石子不能沾染泥哦。友情提醒：为了让石子融入得更彻底，温煦两人纷纷换上长筒雨靴。为了让石子融入得更彻底，温煦两人纷纷换上长筒雨靴。第三步，浇地平。浇地平之前得先把地上的砖、第三步石头、荷包水平，这样沙浆里的水分才不会被吸收的太多。石头、荷包水，接着这样沙浆里的水分才不会被吸收的太多。老公沙浆装桶，接着负责运送。四个人分工合作，合作到老公负责沙浆装桶，过程很辛苦，但一家人在一起齐心协力为一件事而奋斗的感觉。过程很辛苦，但一家人在一起收工，齐心协力为一件事而奋斗的感觉真好。收工。平时看土，浇水，温柔的不要不要的。
天图，不过紫罗兰胶水上面都温柔的不掉，原本只有一颗，不过紫罗兰两年的时间翻出来的这么多，原本只有冰冻闹了一起，两年的时间翻出来的这么多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在线等着来说吧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在线等你来。